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所谓积极大师推手的这个名家的话，是从这儿来的。我现在用一个旁借，我这手搭，他这手粘我，不等他粘上，子丑一合出旁借，他刚一粘，我就一想命完，他就起来了，回头抱，由子到胯去。是吧？谁？嗯，去。这叫全凭心意用功夫，不是力。用力不是太极。大家要注意，练拳的时候，你自己要一使劲，自己检查，自己检查，这是不是太极劲？无需会带球。大家听着，你看。他这手来了，这手粘，等这手走，你看，让它空。我这手就不能再动。拳谱中说得好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秒。步随身换，身随步走。我这样要使劲，这叫双重。双重之病为误耳，每见数年成功不能云化者，率皆自为人质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练很多年太极拳了，不要跟人比手，一比手就挨打。什么原因？双重之病为误耳。一赢，这是对抗，他这时候有力，就走这个，粘这个，这会惯。来，大家看得清楚吧？千般用，一旦无常，经济全失掉，万事休，就挺了，挺就回去。明白这意思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时候走来，都是空，实际这个动作。就是我体重到这腿，我这就变为虚。回这个虚，对方一实，我这体重一这儿，这也是实。回在打他的时候呢，我拿这个左重则左虚，就是左手为主，右脚也为主。我把这个左手右脚都到这儿去，练出去这个练。这完成以后，体重。到这个右腿的时候，右中虚，这时候打这儿去，这练习就这种情形啊，随便打。这是打他的神，是吧？就这个，这迷糊，他这个档一响要进来，他蹦这儿来，你看空了。就想这儿，思想，大家看这个，这个想的是我往回是拿，这叫发，就这儿完了以后挤的时候，你看，这这就是身体的穴道啊，大家这个空。空空色色，色色空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而不空谓之玄，玄者妙，妙者玄，玄妙之功不可言，不可言，不可言，不可言。这个玄妙点在于此，这手来了，你看，由这儿这样，这儿一进就拿，这刚才讲一个旁一个起，
这个铝呢是无火，能化万物。这手来了以后啊，往身上这都抱上，你看，我想哪儿就想这儿，嗯，你看这个动作了吗？什么都不想。这是铝，还有腕，对方挤，你往身上推，你看，我就把这个盘中躲，躲到大指，往上一看，按的时候是这样，不是这样按，这样按不行，这叫双重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按，你看。不要用一点力，你看这个挤啊，挤来之后这边起没挪动就起这样，你看我往下看，你看这回还没出去，这还是这样，你看这个他就这么一站往这一弓，你看他这脚到了，这脚到我就一顺就往他后头迈，这是点，你看一个起来还是一个一个，明白？打脚底下蹭蹭全是这个东西。